习，但是。我跳舞也坚持了7年多了，也过了12级。然后我最近很迷茫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。然后我希望妈妈可以支持我的梦想。谢谢大家。妈妈说我先看一下你水平怎么样吧，然后再看怎么回应。看起来没有继续学习的必要。对。哇，还有音乐。拉筋了。嗯。加油加油加油。哇。好漂亮。漂亮漂亮。真厉害。一瞬间感觉校服变成了拉丁舞裙。嗯。跳的时候都笑起来了，嗯，他跳舞的时候会笑。真的讲价150啊？对，你说的。对，你反悔我就再上来吼一次啊！好的，加油啊！